顾总，那我就先下班了。赶快回去吧，明天可以晚点来。好。吓死我了！你怎么还没走？谁允许你不回我消息的？这是在公司。不许去饭局，你的任务就是做好戏，剩下的。老公，不要！顾素颜，你查我账？我没有查你的账，我爸投了这么多钱，他想要查账也天地呀！我把每一分钱都砸在了西城和你的身上，你现在跟我说要查账，我太失望了，滚！你赶我走？不想见到你。我不走，你能怎么样？我叫你滚，听到没有？家的女儿顾良，是的。叶总要是知道是我跟你汇报这些，他肯定会弄死我的呀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谁能轻易弄死谁啊？他和景城是怎么认识的？你好好跟我从头说到底。哦，顾良来了，来，我们正好在商量新开播的时间。顾总、江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来，就是想让你们当面的聊一下开播的事情。我们不想让步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要不让他们先播，我们晚请也可以。不过顾良，我有两个要求：第一，对外我们要保持两家公司非常和睦的状态；第二，下一部戏我们想和顾良工作室合作。怎么样？哎，李总，陆少来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！